在2011年推出的新智卡比 V 要变得更加豪华，在 Switch 上欢乐登场啦。某天有艘宇宙船被迫降在波普之星上，卡比他们为了帮助乘坐在宇宙船上的魔法洛亚，于是便出发前往冒险。拥有丰富复制能力的卡比，除了利剑和鞭子这些大家熟悉的能力，还能够利用可以吸入特殊敌人来发动强大的超级能力，来闯过重重关卡。这次全新的复制能力装甲，让卡比可以以机器人的形态在空中飞翔，并可以从远距离发射加农炮，或以近距离拳击来攻击。游戏最多支援四人同乐，可以选择卡比、魅塔骑士、滴滴滴大王和头巾瓦德鲁迪，或是通通变成卡比一起冒险，各自选择喜欢的复制能力。还有超丰富的小游戏，像是全新的寻找魔法洛亚图书馆，还有历代小游戏以及手里剑道场和刹那间展也有收录。卡比之星 V 豪华版将在2023年2月24日推出，跟你的卡比好朋友们一起来玩耍吧。